经常常讲百味饮食，它有典故的。啊，吃饭的时候是100道菜，这从前皇帝的。啊，皇上的饮食是100道菜，不管他吃不吃，他每一餐是100道菜的。叫百味饮食，你的物质生活跟帝王一样啊，也不需要人工啊，你这一想，东西就在面前，那吃不要了，不要就没有了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这真的吗？真的。为什么是真的？科学家告诉我，能量可以变成物质，物质可以变成能量。啊，现在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把物质变成能量，就核子弹就是从这发明。可是能量变成物质的时候，先做不到啊！知道有这个可能，做不到啊！极乐世界做到了，是今日勉强安那，初念呢虽得消息，细念从未暂止啊！这我们现前同学们呢，读这个文的时候都能够理解啊。都能够肯定啊，所以这个事情勉强不得啊，越勉强越麻烦啊，所以佛很有耐心，一点都不着急啊，慢慢来啊，踏实。常戒染污，养成这烦恼习气，菩萨也能常戒的帮他化解。啊，我们如果在这一生把机会抓到了，什么都放下了，一心念佛，真的往生净土了。是不是这一生就开始的？不是的，你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看到了，过去生生世世都在学佛，那学了多少事了？这一生成功啊，脱离六道轮回了，那你就感到非常幸运，你会很感恩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不是这个法门，你要搞其他的8万4门的任何一个法门，你这一生决定不能成就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放下烦恼，你才能上升。这个法门不必啊，烦恼就不必放，就是容易了。啊，死心塌地。跟阿弥陀佛跟定了，一步也不肯舍，啊，这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那你看这执着啊，啊，所以净宗不怕执着，执持名号，你看执着，啊，持是保持，不能失掉，啊，坚固的执着，执着阿弥陀佛。其他的都不要了啊！这种人呢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啊，好啊！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十宝庄严土没差别，都在一起呀、啊！啊，当中啊没有空间维持的障碍啊，我们这个世界有。啊，那边的世界没有。啊，为什么没有？空间维持的障碍是从分别执着来的。你分别执着没有了，这个障碍就没有了。那我们这个分别执着没断呢，这个习气不是带到极乐世界？没关系，
极乐世界的人通通没有分别执着，一到那个地方去，很快几天就习惯了，你那个分别执着习气也会放下。为什么？这个分别执着是因为你想得的东西，你的欲望啊，你得不到啊，你才执着啊。如果一切你所需要的，你念头一想就来了，不要就没有了，你看这个多自在。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48愿加持你啊，你到极乐世界你想什么都有，你通通能得到啊。古德常讲啊，思一得一，思十得十啊，不需要人工的啊，衣服不要去买衣料，也不要裁缝啊，这一想就穿在身上了。那想吃的时候，百味饮食，在经上常讲百味饮食，它有典故的。啊，吃饭的时候是100道菜，这从前皇帝的啊，皇上的饮食是100道菜，不管他吃不吃。他每一餐是100道菜的，叫百味饮食。你的物质生活跟帝王一样啊！啊，也不需要人工啊！你这一想，东西就在面前。啊，吃不要了，不要就没有了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这真的吗？真的。啊，为什么是真的？科学家告诉我，啊，能量可以变成物质，物质可以变成能量。啊，现在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把物质变成能量，就核子弹就是从这发明的。可是能量变成物质的时候，先做不到。啊，知道有这个可能，做不到。啊，极乐世界做到了。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，他不需要用仪器，他用一念念头。啊，他心想要什么东西，能量就自然变成物质，他受用。受用不要了，就物质化成能量，物有了，不需要出场。啊，他们居住的宫殿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啊！啊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啊，没有出藏室，你说多自在！所以在这个环境，你住下去之后，你的妄想慢慢就没有了。啊，你还想要钱吗？要钱，要多少有多少。啊，你要黄金，人家黄金是铺地的。铺马路的啊，你有没有把那个马路柏油的时候放一堆摆在家里啊？我相信你不会啊。那什么呢，我们这黄金太少了，稀有金属它那太多了啊，你要七宝啊，一颗小小金刚钻做个戒指戴的人很美，人家那个干什么呢？人家大块金刚钻是建筑材料啊，是盖房子用的材料，所以到那个世界，对物质享受那个贪心马上就没有了。啊，由此可知，极乐世界的资源是多么丰富，太丰富了。啊，这资源从哪里？自信里的，我们这个世界也有，跟他一样的丰富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七宝变成什么东西啊？
变成沙子，变成泥土。啊，这修科学都懂啊，变成这个东西，为什么变成？念头不善啊，起了贪嗔痴，所以自信里面的珍宝啊，都变成了染污了。啊，大乘教里有一句话，大道理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啊，极乐世界那个地方，届时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上善啊，我们念佛要修善啊，不修善还有贪嗔痴慢，念佛不能往生。啊，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。啊，发菩提心，还得要修菩萨六波罗蜜。啊，以这个功德回向净土，才能得生。啊，那么我们看到有很多贫穷，他没有修六波罗蜜，他怎么也往生了？你细心去观察，他虽然没有修，他六波罗蜜圆满了。啊，布施目的是断贪心，他虽然贫穷，从来没有布施过，他对这个世界没有贪念，这个布施波罗蜜圆满。持戒是破恶业的，啊，他念这句佛号不再作恶了，他持戒波罗蜜圆满。啊，忍辱是对忏悔的，啊，他心里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没有忏悔心，啊，再也不会的时候埋怨人。啊，精进念佛不懈怠，啊，禅定一心一意，啊，智慧选择这个法门，一点不怀疑。你想想看，一个老太婆，一个字也不认识，啊，通通具足。跟经常讲的相应，你细心去观察。啊，经上所讲的条件，他统统都就是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